有时候这些轨迹会重叠，有时候则会分叉，但是无论我们的生活轨迹如何变化，我们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，不断努力追求成功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，但是只要我们相信自己，坚持我们自己的梦想，敢于尝试新事物，就一定能走出属于自己的成功。当你踏出了一步，其实我们已经成功了一半。让我们一起努力吧，不断前行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广州灯光师阿珍。在这座城市。